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B 猎导。今天我们修一张凳子，家里面用的一张凳子，这些地方全断了，全部都脱位了。用焊机把它焊起来，用焊起来。买一张新凳子要40块钱，买一个焊机70块钱，所以我们就买个焊机把它焊起来。然后下次焊机又可以再用。我们行动。我是自学成才，所以不是特别专业。家中，快点啦！这有个地方上次没有焊好，我重新焊过，用拿砂轮机把它打掉。
OK， 完工了。